玩具 TV 第23季第3集見到而家連個 mon 都 show 唔曬嘅，爆 mon 嘅，就係今次我哋今晚嘅重頭戲，咦？可能可以影到九成喎！咦，科技真係發達啦！而家後邊有個，後面有隻精子。O K， 好驚啊！係，我全部人都 show 曬啦，咁啊見到而家台面有一堆籃球 ，sorry， 我哋而家唔係賣緊 slam dunk 嚟緊嘅劇場版。今次要介紹的首先就是見到台面有七定八個、第八個你揸住，係啦，有七個非常之精彩由本地的 artist 去自己 design 嘅籃球 show 曬出嚟，佢哋每一個波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事，而佢哋故事嘅主人翁就係坐曬喺度咁滯啦。係啦，不過不如我先介紹個名先，原來佢個名有個名過，呢次有 campaign 就係、是。運動加七人籃球潮玩創意展 ，Mixbox 加七個 artist basketball pop up show 咁樣，係啦，就係阿 Vincent 啊，大哥同阿 Gordon 一齊去連成呢個任務嘅，係咪？咁其中七個 artist 有邊幾位咧？我哋都著做介紹先啦。喺我側邊嘅就係 Mickey Mike 係咪？係啦，跟住 Jimmy Wise 啦，係啦 ，Vincent 大哥啦，跟住後面少少嘅比較謙讓嘅就係 Jeff 啦。再係阿 Jane 啦，咁再最一邊就係 Gordon 啦，係啦，咁仲有德哥啦，當然係啦，啊我 Brian 啦，係，咁我哋又講翻呢個節目，咁嗱，今日係有兩個 artist， 因為我哋事出太急，所以咧唔係事出太急，所以咧就嚟唔切阿歡，仲有就係阿殭屍仔係，係啊 Smokey 係啊，我嚟到嘅，阿 Stanley 同埋阿 Eric。係啦，咁餘下嘅時間咧，我交俾德哥，因為德哥係一個不嬲都好好奇、好中意發問，但係好有學識嘅人嚟噶。咁我哋一齊最尾嗰樣嘢講錯。唔係嘅。好啦，我哋一齊講講呢一個成個campaign先啦。不如我哋先問下兩個係咪發起人。基本上咧，今次成件 event 咧，我哋真係咩嗱，所有 artist 都緊要嘅。不過我想真係由兩位主辦人或者揸旗人。講一講今次點解有呢個咁精彩嘅 crossover 先 ，Vincent。其實我咧就係一個貪玩嘅人嚟嘅。咁最主要咧，我認識咗 Gordon。咁認識咗 Gordon 咧，第一次咧好似前兩年上過嚟玩具 TV 都介紹咗我手頭上阿 Gordon 呢個籃球啦。咁我想阿 Gordon 由個 Jarvis 開始講起先，定先。我插住你少少，其實如果即係大家有去開呢一個尖沙咀。有上去呢一個嗰、那個 area 叫咩話？你其實有個名嘅，咁本身亦都有個波啦，有啲錶啦，有啲 display 啦。L6 我擺住係賣廣告嗰啲鑊嘢，係好多好精彩嘅 display， 好吸引嘅。咁跟住其實成件事之後點樣發展咧？交翻俾你啦，我哋。好，咁可能大家認識我就係一位動畫導演或者動畫監製啦，咁啊之前都上過嚟。或者係 Transformer 嘅 brand 啦，咁Vincent 就係一個好貪玩嘅人啦，咁我係一個好中意玩嘅人啦，咁我哋兩個就認識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因為好多動漫展啊、動漫 show 啊，又或者一齊去出個代表香港出個 trip 去到展示香港嘅創意啦、品牌啦，咁我哋認識咗噶嘛，傾下一個貪玩同一個好玩嘅人咁。就形成了我們上年的一個 crossover 的籃球了。今天我是代表 Jarvis， 因為我是 Jarvis 的創辦人兼創意總監。上年其實很開心的，跟 Vincent 去做了這一個特別版的籃球，就是 Explorer。上年因為有這個合作，因為在動漫展也做了，反應也很好，很多他的粉絲，兼及不是他的粉絲，都有買到這個籃球。今年就透過 Vincent 認識多六位嘅本地嘅 designer， 就結合咗今次嘅一個強勁嘅 project， 強勁嘅合作咯，咁 colourful 嘅籃球。咁我自己做完，即係經過佢哋嘅手筆啦，出嚟做呢批嘅籃球啦。咁我自己做完出嚟，其實都好開心。發現我哋原來 Jarvis 公司都可以，即係除咗係。一些很傳統的籃球比賽用的籃球還可以做一些玩得那麼潮的籃球、其實是藝術品來的，你說很懂的。是的，其實因為為什麼呢？我覺得我們玩玩具，玩具其實不只是 toys， 其實任何一樣東西籃球其實都是男人的玩具之一、亦都我經常覺得收藏
波鞋收藏玩具，有冇人收藏籃球嘅咧？咁樣，咁我自己諗呢樣嘢，其實所有籃球一路一路俾我儲下掛曬喺牆，咁好型啊！咁變咗我就諗既然合作咗第一次同阿Gordon，我覺得成件事，我覺得好好玩。咁今次咧，咁我不如咁啦，諗一啲方法氹掂呢幾位 artist， 我哋落搭咁氹掂我哋落搭啦。咁用咩好咧？咩手段咧？咁啊，梗係一個製作精美嘅製作公司，願意去承擔所有嘅製作啊，所有嘅嘢。咁變咗我就首先氹掂咗阿Gordon先啦。咁佢話：咦，又 OK 喎，可以無條件去生產製作出嚟。咁就大家去展示自己嘅作品啦。咁我覺得成件事就係唔係淨係單一我嘅，我覺得係成個業界，我覺得應該所有 artist 應該走埋一齊玩啲特別啲嘅嘢。公仔大家都已經玩咗好多啦。咁籃球會繼續玩嘅，不過籃球係好少玩，係啊，咁好少玩。咁變咗籃球引申公仔啊，今次引申公仔或者引申一啲畫啦。咁我相信每一個 artist 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係除咗設計最強之外，畫嘢啦。咁我覺得，我想我哋香港嘅設計能夠可以俾全世界睇到更加好嘅特別嘅設計咯。咁我希望藉著呢七個籃球，可以未來可以集合唔同世界各地唔同設計師去做一啲唔同嘅嘢。咁變咗我哋嘅作品亦都可以俾到好多世界以外嘅人睇到，原來佢哋嘅玩具創作，佢哋嘅畫嘅畫。可以引申喺一啲咁特別嘅籃球上高，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會捨得打呢個籃球，反而會收藏呢個籃球。咁有好多朋友係買一個收藏嘅，打一個收藏一個。啊，即係同玩完佢啫。即係冇錯，收藏基本上有冇分別嘅？你肯出，基本上就有人買一個，打一個。你拎去圍院真係型到爆喎，影住全場喎，冇人敢同你打喎，張圖都要行開啊。係咪啊？係。都唔好嘅，佢過嚟打都 OK 嘅，我覺得。張圖仔喺度打好似話。上一次有個男仔打籃球就係話買咗個波咧，拎到籃球場咧，話今次我唔怕俾人偷啦。因為全場都冇我呢個咁嘅籃球，咁話哇，佢嚟玩具展話翻俾我聽，所以佢覺得好特別。我話你出年咧，出年嚟可能有啲特別啲嘅。咁我覺得因為有啲家長會帶啲小朋友去入場，佢哋會買一啲除咗玩具以外嘅嘢。原來籃球個仔係中意打嘅，咁但係好多時都會買兩個咯。就一個就係個仔收藏，一個就係真係我哋打。咁好奇問下 Vincent 嗱，即係嗱，頭先講咗一籃可以賣啦，咁但係一般係個個唔同價錢啦，定係一個 standard price？ 一個統一咗一個價錢，680蚊。680蚊，哇！一個籃球，但係好精彩喎。其實好精彩，其實係我哋因為唔夠膽 set 太高嘅價錢啦，咁希望大家先擁有開心咗先。然後慢慢我哋就會將佢更加做得更精美。係。咁咯。然後加價。不是加價，其實加價是值得的，因為其實這680蚊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一個我覺得是有一點即是按低了一個設計，其實不止是，我覺得是比較老實的，即是剛才你說不要賣那麼貴，680蚊我覺得是一個都挺恰當的價錢，即是因為你不是一個普通的籃球來的嘛，我覺得是一個超值的價錢，是的，還有每個設計都很漂亮的，那我們講一下逐個講吧，那我們講了一些離了設計師之前，我們後補一些沒今天零熟到設計師好嗎？我哋由呢邊開始啊！哇，呢個犀利 ！Micky 仔，係，我又透爆肚少少，我係好中意 Micky 嗰啲畫作。係，你恭喜佢啦！佢啊，今年咧贏曬啦！佢贏咗個獎，點會唔知啊，大佬？仲未贏曬，又贏咗個獎啫。仲有機會上。係，冇錯。要繼續努力。係啦，咁講翻今次個籃球設計啦，咁我用翻嗰個公仔個新心靈嗰個字啦，咁就整咗一個。心靈籃球嘅，咁咧就想講咧，啲人打籃球嗰時嘅精神咧，係融入嗰個波度咧，等佢可以打咩波都係咁勁，入多啲籃咁樣嘅，都宇宙嘅靈球嘅籃球啦。咁同埋即係今次運用，即係第一次做呢個球體嘅設計啦。咁因為平時淨係睇到一面啫嘛，咁我哋今次咧我就係前後咧都係有幅畫嘅。咁依邊咧就做翻我呢個公仔太空人啦，咁依邊就係一個心靈嘅籃球咁樣設計。咁同埋今次咧就係為咗。呢個 project 咧就會噴多一啲，即係平時我只公仔嘅波板出嚟啦，咁就會連埋佢一齊咁樣。咁我 suppose 就上去咁樣企喺度，好似坐住一個靈球咁樣飛，喺太空飛。即係到時買就一齊買。可以分開喎，一齊最好就一齊啦，咁即係成套咁樣開心啲喎。係。
呢啲唔係呢係有冇特別話限幾多隻㗎？我依個就係今次就係準備咗兩隻咯。咁籃球就好似十個嘅今次。其實每個籃球大概就十個左右啦。咁啊，但係今次都會有一個好靚嘅 package， 每一個 artist 都會準備咗佢哋嘅畫作或者 figure。到其時就可以奔步咁樣買嘅，其實成件事咁樣就 perfect 啦。係啊，同埋你到時仲有一幅畫嘅，咁我就今次未編到出嚟啦。咁之後有唔同 artist 可能 show 翻佢作品出嚟，咁樣就一套過，咁就成個展覽會整齊啲。哇！即係每一個都有特色啦，係啊，真係。即係不同咯，每次因為今次揾咗唔同 artist 參與啦，咁每個嘅 style 都好唔同，所以今次都會好多特別嘅作品咁樣睇。咁好期待，我諗中意買玩具嗰啲又可以買呢、這個，但如果想淨係買呢、這個得唔得先？有乜件？得啊得啊！哦，都得，咁啊要手快手，因為保呢個兩件，係啦，兩件係兩件。當然你賓道買梗係歡迎你啦，但係如果真係有啲人買齊玩具先，或者買曬個波先，咁啊 sorry 啦。係啊，咁好，咁 sorry 還 sorry， 我又望望隔離嗰位啦，輪到我哋有 Jimmy Rice 靚仔哥哥，即係設計師界，我諗你都嚇。啊好前列㗎啦，講靚仔真係。你換換屆都係比較多少個靚仔。我講完先。大家差唔多，大家差唔多。係真係㗎，知名係靚仔。好，講下知名嘅作品先啦。喂，首先多謝大會先啦，即係兩位大哥嘅，即係掹住車邊入到嚟玩。咁就多謝你參與，我哋多謝你參與。係啊係啊，咁啊，即係其實背後個理念幾好嘅，即係佢將一個籃球再加啲。其他元素啦，咁我自己就想將一啲 fashion 嘅元素擺落去嘅。咁你見到我呢個波咧，咁我就擺咗我自己一個雪糕人系列嘅你嘅 icon 嘅作品啦嚇。咁就顏色方面咧，其實就我就冇乜好大嘅俾到佢好大嘅置入嘅。咁啊個感覺就有草間嘅 feel 咯嚇。咁啊緊接落嚟咧就係應大會嘅要求咧，我哋都做咗一隻。都不是做，是真的今次呢只是得一隻嘅啫。其實，因為咧我呢套版咧，我哋做，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有個雪糕人啦。咁今次我有一腳俾佢嘅。咁其實我生產咗唔係好多嘅咋。其實我諗每隻色，之前單腳噶嘛，好似即係個糖。雪糕糖嘅啫，係啊。咁今次就因為我覺得佢嘅存在好似唔係咁合適啊，有腳。咁我所以每隻色做一隻啫。因為單腳打唔到籃球。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今次都冇辦法，都要做咗隻雙腳嘅版俾佢。咁我啊得呢只嘅啫，即係呢個顏色得一隻嘅。揾啊！係係。咁所以就冇啦，全球應該係全球一隻。哇！咁同埋就我頭先都想同大家講翻就係話，其實個波，我覺得600多蚊其實真係值到爆啊！因為點解咧？其實真係個產量唔多，係咪得十個？今次冇話限量十個，我哋第一次。咁其實如果你話係。咁你同其他波攞講去大量生產，咁我哋係真係得嗰十個，我覺得係好值得去紀念咯。咁同埋我哋會諗嘅就係話，除咗打之外咧，我覺得係你帶波出嚟都會有型，係一個 fashion 嘅角度啦嚇。咁所以我會用呢個角度去諗咯。咁除此之外咧，即係緊接住公仔啦，咁我都喺。大會嘅順應大會嘅要求底下咧，我哋都做咗個堅勁。大家我想都用畫的，咁我就即係覺得街頭籃球，咁我喺度諗下有啲咩街頭元素咧，咁我就做咗個街頭鐵板嘅，其實 exactly 係一個鋁板嚟嘅，咁同埋佢呢個反光嘅貼紙咧，其實真係街嗰只3M高格式嘅反光，即係有車有燈射埋會反光嘅啫，即係閃卡嗰只咯，係啦，咁啊同埋我都會有啲 tag 落去嘅，即係有啲街頭 feel 嘅。咁啊，希望到時嗰日能夠同俾大家見到啦嚇。我嘅10萬可以賣嘅，可以賣嘅，係啦。有冇張得一個嘅？都係得一個。全部賣得，全部賣得。快板都得一個。係啊。都可以用反光板嘅影相嗰陣。係啦係啦。好嘅。除咗呢啲之外，我都賣得嘅。係。開個價得㗎啦，其實。即係除咗你之外，基本上係賣。OK， 好，唔該曬。大家都可以留意翻本身個 figure 咧，佢嗰個鞋咧，亦都跟翻嗰個傳統係。嗰個雪糕筒嘅 design 嘅鞋嚟嘅，所以今次呢一個都會係一個比較有即係一貫大家見到嘅雪糕人係有少少分別㗎。係啊，要留意一下佢啊，得一隻咋？雪糕啦，係得一隻咋？係啊，好就嚟呢個原創作 A49攤位，買埋廣告先。好啦，OK， 到我嗰只啦，幾多隻啦喎？咁即係梁住落啦，咁
其實咧，我呢個咧就係用咗我今年咧就同好多 project 合作嘅一個喪屍系列。咁我就做咗用咗一個喪屍嘅 jungle 啦。然之後就係、是、因為個球啊，所以我特登做咗一隻眼球。嘅一個咁嘅圖案落去，咁變咗咧即係好有 feel 咧，揸住個眼球嚟打波。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咧就會係有一隻。特別做咗三隻嘅 handmade 嘅一隻 jungle 嘅，跟翻嗰個公仔嘅一個喪屍嘅 jungle 嘅 character 啦，咁亦都係手工全手工做啦。咁其實本應有三隻嘅，不過有一隻俾人認購咗啦。哇！咁但係而家得翻兩隻，所以會場係真係得翻兩隻嘅啫。嗰個係你啊 ，Brian。嚇？嗯，使乜講？犀利啊！咁基本上就會仲有一幅畫嘅，咁我就畫緊係一張原畫嚟嘅，咁就都係得一張嘅啫。咁我希望今次每一個設計師嚟到都係有籃球啦，有公仔啦，有畫作啦，咁喺原創作 A49個 booth 度，大家可以睇到買到接觸到。咁我而家 plan 緊呢幾位大哥會唔會揾一日時間咧？佢哋會喺齊我個 booth 裏邊。因為我哋整咗個好特別嘅袋，就係俾一個籃球嘅。咁我哋希望佢哋會做一個簽名啊，畫少少圖畫喺個袋度，做一個特別嘅一個配套咁咯。咁時間我再定翻，再喺 Facebook 度公布啦。所以大家記住密切留意邊度嘅 Facebook 先。喺我啲 artist 見到啦，總之喺 Vincent 個 Facebook 又有 Vincent Creation 啊，你哋所有佢哋都會幫手。記住密切留意各。強勁的 artist 幾時到場？你哋即係作為 fans， 你哋自己識排隊、識計時間、識幾時 book 過去㗎。OK， 咁我到 Jeff 先。好 ，OK。好，唔該曬。可能我咪要騰後多啲。得，我咪得。又得。睇畫面好靚啲顏色。係，冇得輸。首先多謝 Vincent 啦，同埋 Gordon 嘅即係幫助啦，咁啊成事做咗一個咁嘅咁靚嘅籃球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其實呢個籃球本身我自己主要就用翻我本身我啲公仔 character， 咁有虎貓啦、暴星人啦，同埋最新呢只暴走虎啦。咁好似個暴走虎做主角喎，係啊，暴走虎變咗主角。咁同埋咧，佢哋三個咧，其實係一隊嚟嘅，即係一個三人籃球嘅一個隊伍。咁就係一個怪物嘅三人組嚟嘅。咁大家都有唔同嘅異能，咁啊識飛啦，識隱形啦，識啲幻術啦，咁變咗其實冇得輸嘅。即係你同佢打就，即係你攞住呢個波咧落街場打咧，你都贏啊！你擁有咗依異能，就等於。咁同埋今次我就會做咗個two off 嘅 figure 啦，咁用翻我依幾個公仔嚟做翻呢個角色啦。咁你見到阿張哥嚟處理過啦，咁呢、這個就係、是、暴走虎，咁我自己將佢改裝咗啦，成為一個領隊啦，一個魔鬼嚟啦，有翼噶啦，同埋有隻角啦，咁我就用咗傲貓隻角嚟演繹翻佢個魔鬼，咁同埋就有呢、這個。迷你嘅傲貓仔啦，同埋傲星人啦，係一 set 買定係點？一 set 嘅，一 set 有埋個波仔咯。哦，即係四樣嘢哦，即係襯翻個籃球一組咁樣嘅成 set 咁啊。係啦，咁籃球可以分開啦，因為籃球限量就會有十個嘅。咁依個figure 咧就一 set 有四粒啦，咁就係有兩套嘅，兩套嘅。另外仲有畫作啦，係啦，咁到時都可以嚟欣賞下啦，或者去可以購買咯。畫作就到期時就可以見到噶啦。係啦係啦，而個畫作都係主要都係用翻呢個圖案嚟再做嘅，都係呢三人組，即係意味住成件事就 perfect 啦。係啦係啦，咁你攞住呢個波咧就鎖喺門度攞街場打啫。哇！好正。畫面好 warm 喎，見到強勁 artist 咧不分你我咁幫手，係啊，真係多謝曬，全部大師，係咯，唔好咁講，其實大家一齊玩啫。係啊，我依個最想見到啦，大家。我哋好似翻學嗰陣時咁咯。係啊，係啊，好開心嘅，有啲接過籃球。係啊，其實講開出道嘅時間，其實在座咁多設計師咧都好唔同嘅，講真。係。係啊，即係冇話勞動性緊，幾代都有嚇。全部都係師兄嚟嘅，我最遲嘅。係，阿 Jan 都好年輕㗎 ，Jan 都嚟，唔係 Mikey 都好細。Mikey 應該係最細。以前人好似你喎，你係畫畫 ，figure， 咁你都可以講。我就好遲先玩公仔，好遲玩公仔。
好，到阿 Jane 啦。係啦，阿 Jane 都係。我幫你揸住。新進啊，係新進設計師。咁就都係玩翻個暗黑風格啦。咁我就知道我隻公仔咧，之前呢啲隻咧係我自己雕出嚟嘅。咁其實咧就係縮咗帽，今次做咗兩隻。咁就係我改咗個名字就叫惡魂啦，呢隻嘢。係啦。咁佢今次嗰個 figure 嗰個波咧，其實係隻眼球嚟嘅，咁都係配翻我呢隻公仔。咁係個眼球嚟嘅。咁因為我其實可能少見呢一啲籃球係黑色嘅啦，成個咁我覺得都係玩翻暗黑風格，都想試下成個波做翻黑色嘅感覺。似翻呢啲紋身。冇錯。係啊。我幫你揸住公仔。唔該你。我見德哥後面咧係咁裝啊，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係幾中意呢一類型嘅風格，即係有一種奇異啊，好型誒，當即係型會係其中一個表達嘅方法，但係即係嗰種陰暗或者即係嗰種好詭異嘅畫風咧，我個人係我自己中意嘅 style。好襯啊！黑色籃球真係未見過。少啲咯。黑色邊嘅見得多啦，但係黑成個黑色真係半個黑色你見過啦。你真係呢一個係好獨特嘅，幾靚㗎係啊！咁就好似個標本咁樣，有個玻璃裝住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嗰都係限量兩隻嘅。又係兩隻都係喎，拎曬喺度啦。係啦，咁個波都係十個啦，但係咁準備一幅畫嘅都係。哦，睇先。畫就今次就出十個嘅，十張嘅呢個就，係都係限量十張啦都。咁就依襯翻個波一套買真係。即係買波，即係要買埋畫喎。係咯，咁其實都係全部都係惡魂一個公仔啦。個畫係複印畫加簽名啊？係啦，冇錯。本身阿 Jane 係紋身師咧，會唔會有個 package 係連一個紋身咧？喂，呢招得喎！連一個紋身啊？係啊，可能有嘅真係。即場紋呢個？就唔使即場，可以即係約佢去幫你紋身喎。即係如果我 studio 都可以試下喎。係真係，係。好啦，咁啊輪到阿哥咁又講翻，因為咧其實都想好奇，即係你出開籃球啫，但係呢一個籃球咪特別難整噶。嗱，上年阿 Vincent 同佢第一個合作嘅籃球咧，咁我哋就會係開模咁樣去做。咁上年開模咁樣去做咧，有一啲 limitation 嘅。咁就 limitation 咧，就係喺去到每一塊葉嘅邊邊嘅位咧。其實就不可以太過貼邊嘅，如果太過貼邊咧，就會出唔到嗰啲紋嘅。咁所以咧，上年阿 Vincent 嘅嗰個咧，我哋個設計上咧就係每一頁咧都有一個獨立嘅圖案，或者獨立嘅一個壓花啦。咁今次好唔同嘅地方咧，今次用咗 digital print 咁去做。咁所以大家將大家嘅畫作咧，其實可以喺一個波喺唔同嘅面咧，去呈現到一幅畫出嚟。嚇，咁今次好唔同嘅地方。哪樣難一點呢？其實兩個都有兩個不同做法的難處。今次的難處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圓形，是一個球體，所以呢在個接駁上，在個生產上接駁上，或者在我們師傅的手工上呢，其實是特別還要花多一點，甚至要黏得要壓得準和黏得準，是的。是的，這個反而呢都會是一定要準，因為你如果不是會在中間的，但是這個反而就沒有那麼要求那麼高了，因為這一組籃球全部 digital print 的，當它幾塊合埋一幅畫的時候，就個精準度是一定要更加高。是啊，今年那些我見全部都是沒有虛位的，除了那條邊之外，黑色邊之外，完全呢整個波都是印曬畫的，可以去到盡。是啊，是啊，那這個呢就是阿歡浩來到啦，還有Spooky 啊，殭屍仔啊 ，Eric 同埋啊 Stanley 佢兩兄弟嗰兩個籃球啦，其實佢哋本身亦都有 figure， 咁係兩個 design 咧，其實都好 colourful， 好配合翻佢哋自己本身個獅子嗰、那個，即係好有氣氛咯、啊。咁殭屍仔冇得講啦，其實佢嗰個色啊，所有嘅圖案啊，所有畫都用翻佢哋嘅風格做落去咯。咁其實今次做呢個籃球咧，最難係咩咧？除咗對花之外咧，因為七個波咧 ，tone 色係最難。因為唔好睇，好簡單。其實呢個黑色波你覺得最簡單係最難做。哦。係搞咗我最耐時間。哦。因為佢聽到未啊？嚇！聽到未啊 ，Jenny？ 花最耐時間。係花喺邊度咧？就係佢嗰個暗字
有暗字灰通在後面，呢、這個是最花時間，因為呢個黑得滯，佢又出唔到。你知啦，設計師我哋一定要 keep 翻佢嗰個感覺嘛，所以花咗好耐時間去搞佢嗰、那個，同埋佢 logo 又幼細咧，咁變咗喺個編勾度都會有一個難度咯。咁基本上今次所有七個籃球咧，其實大家設計咧，我都希望盡量用翻佢原有嘅色，所以色嗰度咧，我就同阿哥頓咧就夾咗好長時間去做到今日咧，佢哋睇到滿意嘅一個籃球。辛苦曬，係啊，真係唔辛苦，其實過程我都學到好多嘢嘅啫。最後尾原來我知道哦，咁我同一啲新嘅 artist 我就會知道佢嘅要求，我就慳翻好多工作。嗯，明白，係啦，所以呢個籃球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籃球。又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藝術品，亦都不是一個普通的生產，其實是充滿設計到生產到去成品咧，其實不輸是一個玩具公仔。係啊，即係第一次見識到嘅，都覺得好新，應該喺外國都未見過呢個做法。可能我見識少，但我真的未見過。少嘅，少嘅，真係少嘅，少嘅，哇！咁啊，推廣到外國咪好好咯。嘗試我哋都會，我哋都會，都會可能下一轉，我哋都會嘗試揾worldwide 一啲唔同 artist，其實而家傾緊嘅，咁佢哋都會好有興趣 join 咯。咁希望我儲多啲唔同嘅 artist 嘅籃球，希望將呢個收藏籃球嘅文化變成一個好玩嘅一個收藏。真係太正。咁基本上除咗佢哋嘅作品之外啦，我都輕介紹我今次原創作有兩件作品啦。咁因為其實我都幾特別嘅，因為今次會有一隻係呢有一對啦，因為呢一隻咧就係Ultraman 55周年嘅，咁係國內52Toys咧，佢哋攞咗個授權，然之後我就設計咗兩款嘅狼膠，一款咧，其實呢只就係友善真獸，係友善真獸。咁佢其實佢有名嘅，佢就係一個玩具嘅 collector。係咩？係啊，佢係一個玩具 collector 嚟嘅。因為佢收藏咗一隻咁嘅巴魯坦嘅玩具嘅公仔。咁未來咧有機會可能佢一路收藏，我一路設計唔同嘅呢一世嘅俾佢收藏咯。咁呢個設計其實特別咧，就係因為。因為我玩喪屍嘛，所以唔開一定見到骨頭嗰樣嘢，咁亦都會有兩個版本咯。但係今次唔會喺香港度預訂，亦都唔會發售，只不過我哋會登記有興趣嘅朋友，我哋先登記咗先咯。咁然之後到幾時真係真身出咗嚟啦，佢有興趣啦，咁我哋先至同佢投產，唔係做落咗做開曬武裝。咁另外一隻咧就係一隻嗰只巴魯坦嘅公仔，咁到其時你嚟個會場就會睇得到咯。OK， 冇事啊，賣下廣告啊。咁呢一隻咧，其實咧一隻好特別嘅一個今年嘅一個合作。見唔見到個女主角嘅咩？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馬來西亞嘅一個女歌手朱子愛 ，Joyce Ji。咁佢亦都喺國內開始發展啦，咁呢個時裝品牌亦都簽咗去做一個旗下嘅 artist， 咁我就同佢哋開始合作咗兩款 figure， 呢個係其中一款咯，就我 design 咗一個星球俾呢個女仔，然之後基本上會場裏邊咧係得幾隻有得賣嘅啫，咁喺國內已經賣曬噶啦，咁另外一隻咧就係一隻叫噴哥，就係佢阿哥咁啦，咁樣出生入死咁咯，咁兩隻即係分別都會喺會場裏邊會發售。咁基本上，我覺得都幾細緻啊，嗬。都唔識得，唔識賺自己。唔係 OK 嘅。但係我覺得希望大家喜歡啦。幾錢一隻夠啊？大概呢個？呢只係好應該係1400係啊，冇嘅，都冇估錯。咁其實咧，好多謝阿 Vincent 啦，同埋有關 artist 啊咁多位啦，唔逐個講名啦，嚟到上嚟專程拎咗啲作品上台同大家分享啦。咁其實嚟緊咧，潮巨匠啦，同埋呢個潮流營地咧，都有好多 artist 喺度同大家去見面嘅。咁所以大家記得去買飛去香港電玩動漫節，仲要買呢個 NFT 嘅版本 NFT 飛，係啦，聽講都賣得唔錯，係啦，咁就係幾特別嘅今次，因為 NFT 亦都係而家時下流行嘅一個好收藏嘅元素啦。咁好難得今次就同大會設計咗5款嘅飛，咁希望大家有機會收藏一隻啦。
係啦，咁啊好多謝咁多位嚟到同眾啦嚇。亦都多謝玩具 TV， 即係其實真係每一年都好辛苦咁多位主持，咁多位大哥，咁就希望大家都係為咗玩具界即係出分力嚇。我哋都很開心嘅，仲有我哋要多謝我哋台前幕後嗰啲咧，咪見樣嗰啲阿的啊、Walk 啊、Ricky 後邊咧，其實即係冇咗你哋都唔得，其實每一件事都係要全個 team 一齊做。見你哋雖然係獨立 artist 但係夾埋一齊都好團結，呢個都好開心嘅。好開心嘅，真係好開心嘅，嗰個開心抵上翻辛苦嘅，其實真係。想感受呢個咁正面嘅氣氛同開心，同買到玩具咧，記得要嚟呢個香港動電玩動漫節，阿德哥同我都會等緊你。潮巨匠，冇錯，潮巨匠，潮流影帝，好，多謝大家，轉頭見，再見。不過都會收下聲，但係唔驚，係啦，收音啊，係啦，唔緊要，係啦，辛苦曬，辛苦，係啦，唔好講大家話話。